Hello，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帮大家实测，好不好？就是教练养成的部分，我们看实测，因为我想要刷这个争斗，那就帮大家实测一下，实测这个1000钻好了，不要太多，就是用这个直接用钻石哦，去升，就是去。刷这个争斗10次，看能不能中这个，看能不能中争斗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深造，直接开始。左打杀手，强化恢复，没有用。再来。球速变化恢复也没有用，继续来，好不好？拜托，这个很花啦，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我们刷到重播判决，没有用，还是没有争斗，继续来，吐槽没有用，再来。正面对决，全力回防也没有用。再来，打击强化没有用。这个也没有用，我一次300万也是很贵的。再来，剩3次机会了，鹰眼强化没有用。重播判决和激励没有用，哇！正面对决选择强化没有用，好了，我们全部钻石拿来用哈。重播判决吐槽没有用，火球也没有用。会不会刷不到啊？没有用，剩300钻。打击精神强化没有用啊！我只要个争斗啊！啊，最后一次啊！拜托了！哇，恢复强化，选球力量强化。好吧，还是就是没有刷到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也花了不少钱了，不过就是测试给大家看哦，大概1600钻。那是，其实我觉得还是慢慢刷会比较好。那我们之后会试各种方式哦，看看哪种方式比较快刷到，给大家建议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按个订阅，也开个小铃铛，这样才收到及时的发片通知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